如果你们想要看更多未公开影片的话，那么请你在我的订阅键旁边点订阅按铃铛，过后也可以顺便的把这一个加入点下去，每一个月10块钱会自动帮你付款，随时可以取消订阅。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一间庙算是天父宫的旧庙，天父宫就是爬山那边路过的那个天父宫大殿庙。这边呢以前算是一个旧庙，很小的庙啊，过后他们才搬去那边，但是旧庙就很完整的保留了下来，所以我们照礼貌上来讲，我们是要过来这里点香。